较大。林翔就是完全不会去对到他投篮，就让他投了。小白连续的假动作，这一球怎么进的 ？Oh my god！ 哦，这球太夸张了，他是蚂蚁上树啊，还在上面滚了一下弹进去啊，自己都笑了笑啊。他上一次笑就是在选秀会被领航员选到了，但是被另外一支球队选到，可能脸就会稍微抽一点。这一球可以让他笑开怀。哎，哇哦，小白，这一球是蛮夸张的。With white, we have to be aggressive.好了，刚刚这一个球，林冠伦教练是在跟裁判确认是不是有出界的可能性。因为刚刚球在篮板上稍微滚了一下，你要 if you want， 其实碰到篮板最上方是没有问题的，那可能就是看有没有碰到其他不属于篮板上方的，像是计时器啊，或是其他部分，对，会给予技术犯规，去因应到 FIBA 的规则。没错，那这球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还有，他可能是觉得后面是不是有先插到篮板后方？啊，不过刚刚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因为如果他是打到篮板后方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先是一个出界。嗯，在出手之前，小白还做了一个禁区的动作。喂。所以如果有的话，应该在说篮板最上层的后方的边缘。对，后如果是他打到后面那个支架的话，就算出界。对，可是刚刚那个角度看得没有很清楚。